嗯，狄大人，我想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工作要交给我的？对了，这里有个线索，你再去整理一下。狄大人，我想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工作要交给我的？对了，这里有个线索，你再去整理一下。狄大人，我想请您吃饭。回去工作。好的，狄大人，我本来想和您请假，回家陪弟弟妹妹过生日的。但是这么忙，就算了，我回去工作了。看来只能尽量早点回去给弟弟妹妹们道歉了。这里面有一些疑点，我帮你划出来了。你明天再看看，早点回去陪你弟弟妹妹吧。